嘉欣的女朋友回来了，他们两个算是青梅竹马，就是喜欢玩。最近嘉欣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上班还挺积极的。听说他跟你住在同一栋楼。是，还挺巧的，我们刚好住楼上楼下。他也不愿意回家住，平时就帮我多提点他，别让他太出格。没问题，工作上我肯定严把关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是我应该做的。金总，那边的电话会议准备好了。好的，那金总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嘉欣的女朋友回来了。他们两个算是青梅竹马，就是喜欢玩。如果嘉欣要请假，你就看情况批准，让他们俩培养培养感情。好。哎，赵总，哎，赵总，赵江月，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？他有女朋友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干嘛呢？走火入魔了吧？快回到工作上来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老板，上午好。怎么不敲门啊？敲什么门？复杂。请喝咖啡，开启一天好心情。你怎么才来啊？没迟到啊，卡着点到的。我怎么不开心啊？谁惹你了？我抽死他！我在公司别嬉皮笑脸的，工作呢。怎么了你？不是谁怎么你了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我心情不好，你出去吧。回来。有何指示？这是公司的重要客户，你去整理一下他的资料，把重点提炼出来，汇报给我听。啊。好的。他？谁啊？你们还真有缘分啊！天赐良机，这次你要再错过，你就真没救了。出去！好了，不打扰你，慢慢分析客户。他们俩这么有缘，我就做个好人，帮他们一把，也省得我想那些有的没的，咨询烦恼。